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 Psycho，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顺便点一个赞，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接下来我向大家分享的内容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吧。他说你如果呢要好好的去保养你的那个行动力呢，不是只有摄取葡萄糖胺就够了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就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，那个你奶仔对吧？哦，我平常我不懂这个啊，可是我听他建议，我就觉得说我为了气泡买后那就介绍这个给我吃，等等它叫做益固力吼，非同小可，非同小可，真的，咱吼食老吼爱啉老哦，加减啊讲，哎呦加减啊吃，我个人吃了很有感，对不对？益固力，试试看，我相信你也会有感。跟林家的女眷一起去敬酒，然后你们林家的事关我什么事？请我来坐在中间，然后一直在讲林家的事。我是跟大家分享那个杀青酒的事情，因为昨天真的太胡闹，我很多年没有在杀青的时候喝酒了。昨天真的是这惨案，对，而且你知道更惨的是我昨天，我昨天就是回到家，我卸妆之后，我发现我脸全黑了，为什么？就没睡啊，啊个晒日头啊，又熬夜啊， oh. 所以还好，其实这几天一直都有在敷面膜。所以我今天去棚，我今天早上去录一带，然后去录化妆，就是去的时候，然后化妆就是我说我眼妆还在，然后化妆师他说，哎、欸，你皮肤还不错，就是还蛮饱满的，就基本我看检查，就是端就是很饱满，他们是大口哦，是饱满，好端哦。人家我也端端耶，你看你超端的好不好？而且身材超好，为什么你身材？你们有我端吗？我用喝的、欸。哎，假高我先回去了，再玩。请记得一定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顺便点一个赞，谢谢你的观看。